标题，冬青退出春晚主持行列，其官方粉丝团早就公开过原因。央视的女主持人历来都会受到观众的特别喜爱，比如之前的倪萍、周涛等，都是有颜值有身材，还性格特别好。而董卿更是接了两位前辈的班，也成就了她自己的事业高峰，成为观众最喜受的央视女主持人，也可以称为是央视的台柱子。近日，有网友曝出了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在广州主持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晚会照片，照片一发出后，立刻引起了一番网友热议。因为在2018年的春晚，董卿没有主持，所以很多网友以为她已经退出央视了，没想到这只是谣言，董卿依然还在央视。从2005年到2017年，董卿连续主持了13年的春晚，观众们也渐渐习惯了有着董卿的春晚，没有了她的晚会，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东西似的。18年的春晚上，看不见董卿熟悉的面孔，当时也有很多网友直呼不看了。对于董卿退出春晚，网友也是争议纷纷，有很多人都猜测董卿是不是已经离开央视了。随后董卿官方微博就发布了一条长文回应退出春，在其中解释到，董卿认为时间和精力有限，所以想专注于想做的节目，再加上因为连续13年的春晚主持，董卿不能在大年30那天陪伴家人，此次退出也是想对家人多些陪伴。其实想想董卿平时工作那么繁忙，的确很少有时间可以陪伴家人，这次想要回家和家人过个年，其实也可以得到理解的。现在董卿已经成家了，已经结婚生子，不仅仅要陪伴家中的长辈，而且还需要陪伴老公和孩子，所以此次的缺席也可以认为是董卿给自己放了一个假。其实在之前董卿录制节目《朗读者》的时候，就透露过自己其实想把时间更多的专注于自己的家庭之中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孩子身上。虽然董卿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是身为一个女人，有谁不希望有更多的家庭温暖呢？而此次董卿主持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晚会，也是证明了她只不过是退出春晚，给自己一些陪伴家人的时间，更不是网上所传的退出央视。